清了。那小荣，你现在所谓的新媒体方向是你要在台前是吧？不是在幕后去运营别人的新媒体，是要运营你自己。就是就像我第一轮说的，其实我现在处在一个迷茫期，我觉得我自己适合这个，可能我找不准方向。就像我说的，在座的各位都比我有经验，你们看到我可能就知道我该去哪个方向，所以我希望各位老师能够给我一个答案。你自己内心所想呢？如果二选一的话，那肯定是运营我自己啦。对呀、啊，所以因为你是这样，就是你要有你的表达，那你是不是合作我们可以再聊，对吧？那前面的话就是这样的话，我们是说把你招到企业里面运营我们的，还是说您到杜老师那里运营你自己？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对，你做这个，今天来找这个岗位，你最终想成为谁谁谁是的人物，你说一个，我们就明白你的方向了吗？我觉得好害羞啊。好，那我说了啊，我想成为薇娅式的人物。你觉得具备薇娅这个人物的客观条件大概有几条？就是第一，他的沟通能力非常好，因为他可以对每个产品说的比较的透彻。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在选品方面就是的那种认真的那种劲儿啊，亲身体验的那个劲儿是非常的好。第二个选品，第三。第三的话，我认为他整合团队的能力很强。团队是。然后第四的话，我认为就是他很善良，我是这样认为的。善良。对，因为他一直有在助农。继续。好，不讲因为所以。好，然后第五个的话呢，我认为就是，好尴尬，等一下，马上。我暂时想不出来了，对不起。好，想不出来，我再补一下。你是把薇娅作为你的对标对象的，对不对？是你的要达成的那个人。你研究过他吗？我看过他的各种各样的直播和各种各样的节目，但是说研究的话，实话实说没有。既然你要想成为他，你就要研究他，你连这一点都没做到吗？刚才你讲的这些都不重要，刚才你讲的这都不足以成为薇娅。成为薇娅的关键条件不在这里，他的勤奋，他的坚持，他的经历了无数次挫败以后，挫败和失败以后再站起来的勇气。这点我也有，我实话实说，老师，这点我也有。我倒希望把杜老师的这个问题延展开，就是如果你想做那样的人物，你觉得你具备哪些企业家有待开发的潜质，哪些好的素质？好吧。对，我觉得杜老师刚才说的那一点我一定要说。首先第一个，我有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积极乐观面对生活的态度，这点我对自己非常有信心。第二个，不好意思，第二个的话，我认为我也有非常好的一个坚持能力，忍耐心，能吃苦，这是我自己特别引以为傲的品质。还有第三点，我不招人烦。这是真的，这是最重要的误解，这是最严重的误解。你是特别招人烦的人。为什么呀？没有吧？为什么呀？我不知道别人，我不烦，我还挺喜欢他的。没事，杰荣，你就当他是直播间里必须要拉黑的那种。猴子，不行，我不舍得。你就把他当成直播间里必须要拉黑的那种。不是，这种人是最大的潜在客户啊。其实在场上的时候他给了我很多指导意见，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受用的。因为我自己其实是，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很能听进去别人意见的人，他给我的意见比如说让我说话不要啰嗦什么的，是我非常认同的点，所以其实我真的挺喜欢他的。你很多人想成为薇娅，我也想成为薇娅，但是呢，你做了什么准备？你有新媒体号没有？你运营过什么？你想成为的人太多了，你做了什么？是这样的，就是我自己的话其实有运营，就是不是给我自己运营，是去帮我的朋友运营过两个公众号，一个是有关于一个就是白血病儿童的一个视频号，因为我自己长期的话在一家白血病机构做志愿者，教他们唱歌弹弹琴那样子的，所以一直有帮他们在运营。那为什么自己不运营呢？你不用说帮别人的事了，就是你自己为什么不运营呢？就是我其实运营过，但是我总是找不好方向。其实又回到了我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找不好你自己的定位？对，我真的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就像我现在我特别迷茫，所以流量也不好。是，然后还不如我自己做的那个。找不好定位的时候，你有没有求助一些其他的人呢？就是我怎么能把自己运营好呢？因为你那么想去做前面的事情。我平常接触不到能够帮我去给我这些建议的人，而且周围的人也不是很支持。
我的感觉啊，因为首先姑娘刚才说了，就是她的薪水要求是5000，我们先不管年龄，5000，我们除非你想给她10000，给她20000，否则的话，我们就按照这个标准，然后去对她进行考评。第二，她要新媒体这个岗位，我整场观察下来，除了她说的不讨厌之外，其实我是觉得她有那种安利型人格，她特别喜欢有澎湃的激情去分享她经历过的事儿。其实就这个性格是特别适合做传播的，但是她可能不是那种很能做框架的，像石头哥那么高。但是作为一个基层的一个公司内部的，或者是一个网站的，或者是打发一个账号这种运营，他是天生是愿意没事叨叨这件事儿去说的，所以他这个特质是匹配的。我跟周伟刚才在说，就是你天生很善良，然后内心很纯净，然后还天然萌。但是我觉得我们忐忑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觉得你没有定性，因为你都不知道选什么是一家好的公司，你不知道未来选什么行业，未来选什么职位，你确实是迷茫的。所以像大学里面就有一句话讲，知止而后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有所得。就是什么是止，知止而后定，止就是目标，我们想要什么。所以我觉得马上要把这个定下来，不能再晃了。九位来，根据刚才我们选手的两轮表现综合的考虑一下，然后选择。好，祝贺你杰荣、杜子健、杜佳英、王尚峰为你留下了3盏灯，恭喜你成功杀进第三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来，我们先从杜子健开始。杜老师，健健传媒培养你做主播，地点上海。上海，薪资是5000+。对，我这边给到的是市场助理的职位，然后薪酬是5K，工作地点是在北京的朝阳区。我跟你哥的工作岗位是青年天使会秘书，这个薪酬是8000+，工作地点在北京。考虑一下啊，然后走到他们三位其中一位面前，灭掉灯，进入到你的最后环节，二选一，考虑好了。好的，不好意思，因为我得在北京工作，王倩老师。但是您的建议对我来说特别的中肯，谢谢您。好，我们有请朱佳英和王尚峰走上竞价台。我给你给的岗位啊是青年天使会秘书处的秘书，工作任务就是服务沟通联络200多位中国的天使投资人。佳英，力聘，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上市公司吧。然后的话，这个薪酬确实，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薪酬体系，然后我们其实是13薪的。然后从发展通路来讲，我会觉得未来可能，就是针对你迷茫的这个部分，我们可能在职业生涯规划上，我可能未来对你的帮助比较大。但是我回过来哈，就是每个人都要看，第一是说钱，第二是说未来的发展空间。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可以综合考虑一下，这两点。谢谢老师，谢谢。你可以分别问二位企业家你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就想知道我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什么，两位老师，因为我对我做的内容是不是我喜欢的很感兴趣。一件呢，平常就是对这些投资家的沟通联络，第二个就是用新媒体的方法来宣传推广青年天使会。我说一下很细节的哈，刚才可能我说的太概括了。第一个是我们是服务于 2B 的企业用户的，就我服务的，看见没有，台上这都是我的甲方爸爸们。所以我们是给企业招聘精英人才的。那我们在市场上需要做什么呢？我们会组织一些每个季度甚至每个月都会有不同频次的这种服务于企业客户的这种活动。那么活动的从策划组织到执行和落地是需要你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对于服务企业还会做一些直播类的活动，去帮他做一些宣传。这是个挺累的活，真心讲哈。好，在青年天使会和猎聘之间选择其中之一，或者谢谢再见。来，考虑开始。我选择。所以你的选择是我想选择这边。好，祝贺王尚峰，也祝贺我们的求职者。
恭喜峰哥。